快到高二了。对啊，高一一下子就过了，现在都分两班了。但是幸好我们韩联的大家还是都会在，希望以后也可以一直保持这样。那你在韩联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？我觉得跟大家排舞很开心。我吗？我就是很喜欢留巴的躺心时间，跟大家一起聊天很放松。我真的很喜欢在韩联的日常。说到保持这样，我突然想到韩联有一首歌了。你说的是 Promise Not to Stay This Way 吗？对啊，这首歌好耳熟，你会唱吗？会啊，但我就不献丑了啦。这首歌真的很有夏天的感觉，很符合我们惩罚 Esther 的概念。那你夏天喜欢干嘛？夏天 Esther 对啊，那你喜欢干嘛？吃冰。对。那你有打算出国吗？没有。有人暑假会出国吗？日本要去哪里？伦敦。我心里谁不要？你要去日本吗？吴昕姐，吴昕姐，你要带伴手礼回来给我，可以吗？还有人要吗？你大概要很多人，大概有十份可以吗？可以。对啊，好了啦。那我们让爽姐赶快上来表演吧。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欢迎由沈星宇、康心凌、刘亦琦、吴镇伦、曹星驰、李宇春、吴若晴、陈哲明、戴维林、雪祥姐带来的《Stay This Way》。